好，我是珍珍 Q。今天要来告诉你们，自立的我擦上不掉色唇要有多可怕。每天早上一起床，我都会擦上玻璃唇釉。接着我会拿出瑜伽垫，放上一瓶水后，开始冥想五分钟，顺便等待唇釉锁色膜形成。冥想完，我会播放我的十分钟运动清单。不管当天是否出门，我一律都会擦上玻璃唇釉，让自己维持在零唇纹的状态。我的化妆柜只有四支玻璃唇釉，大大减少了我的选择性障碍。为了健康，我是不吃早餐的，只喝一杯奶茶。不掉色的证明往往发生在我们不易发现的地方，像是喝完一杯奶茶都没有在杯缘吸管层留下痕迹。我没有在使用牙膏牙刷，每天只用奶茶来漱口，维持自己的清洁。每日摄取完蔬菜、蛋白质和碳水，唇釉依然饱和锁色。超持久玻璃唇釉就是我维持唇色零唇纹的小秘诀哟。